香港是清净观音佛，南无本师清净观音佛，南无本师清净观音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开经偈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感心愿觉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亲近观音佛。上次跟大家来分享到《金刚经》里面的第十七分究竟无我，说到经文是真，如来说人身常大，即为非大身，是名大身。上次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这部分还没有全部跟各位分享完，今天我们就继续要再次探讨这段经文。如来说人身常大，即为非大身，是名大身，与第十分经文则说非身是名大身相呼应。与大家来复习一下上次最后提到，世尊是佛的尊称，为世出世间之所尊的意思。佛的德号都是超九法界而得尊，而九法界的众生都尊重